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020期的节目。我结束了几天上班，小疲劳，做个小短片跟大家做个分享，一起玩个简单的小玩具。变形金刚第四集电影里头其实只出现了四条的恐龙，就是我们眼前这四款，就脊背龙、双头翼龙、三角龙，还有这个霸王龙 Grimlock。那么这个是来自于这个抽抽包这个系列。那上一次有人在大陆的论坛说我提供的这个隐藏的代码说不管用，那就隐藏的代码就是这个上方，比方说这里写着一个 N，对不对？它就是有一个指定的一个内容物在里头。有人说我提供的号码不准，结果他呢其实买的他是第三波，那我提供的是你第四波，你拿明朝的剑来斩清朝的官，当然是不行的嘛。所以就是 OK，你还是留意一下我们讲的一个，你还是。对不对？稍微留意一下，而且台湾其实第四波的一个铺货量还不是很大，而且说实在话，上次那一集播出之后呢，还真的是很少有这个推坑推得这么成功，很多人就是开始去找这个小系列的玩具。那今天这四款，它的配色来讲的话呢，脊龙是红马，翼龙是蓝色，Grimlock 是这个有点像是土豪金色。其实钢索配色呢，在这个抽抽包里头非常的多。那包括这个三角龙也是蛮多的，但是呢，我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手上这个三角龙啊，这一款图拉哥借过我拍这一集，没有拿到紫色，比较可惜。所以这个呢，等于是说这个叫不是电影里头，不是当时第四集美版推出了四个配色的那个基本的原色。其实之后想一想，虽然之后有各种重读版本，但我还是真的觉得第一波推出的那个美版四个配色，诚如这个。有一些网友讲的，就一个颜色呢是一个性格，所以呢，还是蛮值得去这个尊重一下这个原本的配色了啊，好吧。那今天的话呢，也就顺便的呢，除了展示这些玩具的细节之外，也顺便的呢讲一下所谓的一个变形的代入感啊。这一款脊背龙啊，这个首先讲一下，没有说明书啊，这个腿的话应该是这样变没错啊。那它的一个可动就是这里有个球形关节，而且它这个。手臂的话，头都可以转，然后腰身也可以动，所以可动的话呢，就是败在下半身，脚是卡死，不能够动，比较可惜。站立的话呢，也还算是挺稳的，而且这个造型还蛮炫的哦。它是后方的这个尖刺的部分呢，变成好像是这个垫肩上面的这个尖刺一样。这一款的话，目前是在台湾也是比较多网友去追逐的一款。然后这款双头翼龙也是挺好看，颠覆性比较大。美版的玩具 Deluxe 等级，这个翼龙的头是在这个变成一个肩膀的这个装饰品，但是在这一款玩具身上就变成了是真的是两只手了。那背后的也给各位看一下，一样有两条的一个尾巴垂在后方。这个再来最后这个三角龙，这个它腿的变法我不知道变这样是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站立性是没什么问题。哎，才刚说没什么问题，你就往后倒了，两腿开一点。就站得稳了，手的话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可动，都是有。头的话就不能动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头盔呢，是我本来是很喜欢 Deluxe 等级那种蛙式的一个头盔，但在这个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骑士到的一个感觉，并有点科幻的一个 style 在里头。那拳头中间是有个洞啊，但是没有副武器，比较可惜啊。然后最后就是这个钢索啦，钢索其实之前也应该。我记得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钢索，这个钢索的变形结构也是非常简单啊。我们再来示范一下这四条恐龙部队的变形过程。我常常会把一些这个角色在变形，玩具在变形的时候呢，有没有还原电影里头它变形的那种感觉，我会把它列为是一个评分啦。那像这个钢索的话呢，虽然变形超简单，可是呢，我觉得有一种那种变形成电影里头那个形象的感觉，因为它只要这样一倒下来之后，一翻呐，基本上它的一个变形呢就算完成了啊。果然是一条虎虎生风的一个霸王龙啊，把后面的这个铁块吓得都晕倒了，这个变形的感觉是真的是挺妙的。然后这个三角龙的变形呢，它的好玩之处是它的一个两条腿的一个变形呢，会变成合成一条尾巴，我觉得也有点意思啊。这个两个头合上，两个手臂合上去之后呢，这个后腿的部分呢翻转180度，然后呢在后方做个简单的一个结合，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看上去很凶猛的一个，应该是也是有点萌，有点凶猛啊，眼睛还是血红色的一个
三角龙，啊，这个四足都立在地上之后呢，就是，对不对？站立性就非常好了啊。那接下来这个翼龙的话，颠覆性还是也是比较大哦。它的一个玩法是说，它是变成是有一点点像是我变过来之后再给各位看一下，这其实手臂向上转之后呢，两个头的话要稍微的去旋转一下，因为它这个翼龙变形完之后啊，它比较像是，它是一个，看到吗？它是一个两个大翅膀是按在地上的这种龙形啊，这个现在的这种奇幻的一个电影里头，如果出现龙的话，以前这个龙的翅膀都举在半空的，现在这个龙的这个手好像都喜欢压在这个地上啊。你如果玩过《Monster Hunter》《魔物猎人》里头的话，那些飞龙啊，很多就是这种把这个两只手放在地上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翼龙的一个变形起来之后的一个样子是比较像是鹿在地上跑的样子啊，并不是那种高空飞行的那种翼龙啊，但是可动性还是比较好，至少这两个头都是球形关节，可以单独的动。那这种造型之下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飞翔的一个造型了啊，手是举不起来的。最后的话呢，就是这个棘龙啊，它的变形也是基本上你也是一目了然，头转过来之后，这个头跟左手右手就连起来了，然后这个转过来这边啊，然后把两条手往前面伸啊，就完成了它的一个棘龙的一个变形，也是两三个步骤呢就变完了。那这个也是延续了这个 Deluxe 等级以来的这个两手，一手是龙尾，一手是龙头的一个设计。那整体来讲就是一个桌上型疗愈系的一个小玩具吧。那也就顺便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所谓的变形的一个代入感。我所谓的变形代入感，就是你能够想象它活起来动了一个样子，是不是可以从玩具身上得到一个表达？好吧，那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做完这一个恐龙部队的一个小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